吃火锅。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呦，快点，你丈母娘也来。我们今年过年哈，我坐月子，所以娘屋都回不了。那我直接带他们去吃火锅嘛，反正那帮人我好久都没请他吃饭了。这个也可以，他们已经在楼下来了，我看你这冰火冷灶的，直接在外面吃也方便。最主要是今天爸爸和妈大姐们都回老家了，我们老家那边有点事哈，他们回去处理了。耶，来就来嘛，搞什么东西做噻？你好多呗，你这是包的啥子？也是皮蛋、猪肉。那蛋还在我们老家。爸爸，你这啥子？鸡翅鸭子。还检查一下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检查少了没有？是不是少了不是？还没拿走吧？你看丈母娘拿的又是鸡又是鸭，那也没子要给你补的。看，妈，你有点夸张哦。你看这鸡子好重哦。有好重吗？几个吧？这边的，是吧？我才五六斤。这边的可以吃吗？不后悔。接下来我们那个红茶不好意思的是把好运和财运带给大家，需要邀请其中一位贵宾陪我完成将红茶水送入锅中。来，哪位贵宾伸出发财手？过来过来过来，谢谢，都发财哈，兄弟一样。等我按下铃铛揭开锅盖，我说红茶开给大家，我一起说好运常在，好不好？红茶开盖，好运常在。红茶一煮好运来，满桌宾朋乐开怀，餐桌幸福好滋味，杯出春风富贵财。红茶煮火锅，好吃不上火，煮贵宾好运连连，用餐愉快。开吃喽！来一起火锅！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要煮好多不？来吧，来来来，来第一筷子交给你。来嘛！哎，我自己啊。你就来煮好点。你上俺老婆哈。大姐，切菜哦，莫客气哈。对，你要多吃点嘛。哎，给我。你也在外面辛苦了。看人家我也跟你去哦。哎呀，外头现在那个菜也不好摘，你趁着坐在屋里把那个娃带管好，就行了。那也是，来喝一个。来，工人，喝个。在外面好好学习，你那住了几天了，回去看儿子，他就不能在屋里，听到没有？哎，祝你生意兴隆哈。你也是，今年你跟那个小孩起了啥名字啊？小白豆。小白的吗？叫不出来就叫小弟的也可以。好的。来妈，爸，来，辛苦你了，特别是妈在医院里跑上跑下的啊。应该的，我们一都不是儿了。来，谢谢。